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幼云 Grancy。今天星期日，我们今天晚餐是定在台北的星夜日式料理，是儿子定的。六日就儿子请客了，平常是吃老妈子，六日就吃儿子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，好像是哦。路上有点堵车，车子很多哦。假日现在大家都出来吃饭啊，使用五倍券啊。刚刚在路上还看到彩虹，可是我来不及拍。今天的天空很给力哦，竟然看得到晚霞。哇，看这画面，人山人海耶。从里面排到外面来了，等着代位进场。等待的同时，先来留个影吧。便当看起来还不错，炸虾的200元。已经开始有圣诞节的味道咯，人超多的。同学一直在看这一台扭蛋机，原来十二月寿星有一次机会可以扭蛋，光是进场代位就要等好久。有位置了吗？是啊，我们有扭蛋啊。你有炸酱饼？没有。生日哦。哈，这就是我们的扭蛋礼物。生意超好的，满满的人。他的那牛肉好生哦，这是你们爱吃的生肉。吃好饱哦。同学现在喝一杯啤酒之后，然后一杯白酒已经空了，然后现在换一杯红酒。哇，等一下要换美酒。等一下换美酒。哇，婚礼啊，都是爱吃生的，爱吃生肉的两个男人。你呢？